哎，大哥，你还没给钱呢。哦，多少钱啊？一共6块钱。5块好了，那1块钱就算了吧。我这小本买卖1块钱也要算的呀，大哥。欢迎光临，里边逛一下，美女，你看什么类型的衣服呢？你看看。我想买件毛衣。哦，毛衣吗？毛衣在前面，美女。还有你的东西呢。哦，我不是老婆，我刚买了件衣服到家就不见了，不知道掉哪里去了。不就一件衣服吗？有什么好难过的？那是我辛辛苦苦挣了几天的菜钱，我能不难过吗？哎呀，我补给你，别难过了。我不要。那你坐谁的车来的？在哪个店子买的？在中茂楼下那个店子买的衣服，然后在这边是不是只付钱，东西忘记拿回来了，还是忘记在车上了？我不记得了。真是服了你。哎，表哥，你身上有没有落下一个当衣服的袋子啊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哦，有是有一个脏衣服的袋子，我以为是隔壁村那个胖子的，我拿给他了。那你知道他家在哪里吗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哦，那就没办法。那你现在去城里吗，表哥？嗯，去啊。老板，今天是不是有个穿迷彩服的一个女的来这里买衣服啊？哦，是有一个。那我也买一件跟她一样的。哦，好的。那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？嗯，就是这个。你去哪里找到的呀？在表哥车上，干什么都是丢三落四的，以后注意一点嘛。知道了，你赶紧去试一下吧。给我买的呀。不给你买，给谁买？谢谢了。